Morning, 小朋友们。OK, 老师，你们拿出这一份文书，然后翻开。然后写上对应的。OK, 写上两页对应的啦。OK, 今天的日期是星期三。OK, 2021年11月10号。OK。OK, 我们之前复习过很多，对不对？我们学过很多，对不对？对吗？有什么？有不同的部首，对不对 ？OK, 来，有什么？有单人旁人部，提手旁手部，三点水水部。两点水冰部，还有今天学的盐部。 OK, 这是单人旁 OK, 人部，提手旁手部，三点水水部，两点水冰部，盐字旁盐部。 OK, 来，盐字旁怎么写？一点二横折提。OK, 一点二横折提，一点二横折提。来，老师，你们写上。OK, 可以吗？可以，来，我们看后面。来，老师写一次，你们写一次啊。说，一点二横折提。三点，四点，五竖，六横折，七横，八撇，九竖弯钩。说，这个是请，一点，二横折钩。三横，四横，五竖，六横，七竖，八横折钩，九横，十横，请。OK, 来，我们看下面，圈出部首不相同的字。来，我们看下面部首，你看这个说，它的部首是言字旁。画的部首是言字旁，客的部首是言字旁，冷的部首是冰部，一样吗？哪一个一样，哪一个不一样？冷，来把冷圈起来，把冷圈起来。 OK, 可以啊。 OK, 我们今天的课上这里，拜拜小朋友们。